领跑大健康，读书新时尚。我是大健康读书会阅读人张新伟。在《免疫力就是好医生》这本书中，主要阐述了中医药对免疫力的科学认识，包括中医药与免疫力、情志与免疫力、修心养性、药食同源。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，它的重要理论固本培元、扶正驱邪、治胃病，与现代医学改善免疫力的理论方法如出一辙。道法自然，天人合一，阴阳平衡贵为健康之道，药膳养生提高免疫，早已走进寻常百姓人家。在这本书中，对于提升免疫力还有更全面的阐述，比如健康情绪是最好的免疫力，修心养性更是长寿的秘方，同时还推荐了许多养生中药和养生方法，通俗易懂，值得学习。此外，以东方养生智慧为根本，融合现代医学与高科技诞生的新本草哲学也越来越多被大家所喜爱，它的核心理念是激活机体，自然康健，期待您的更多了解。总之，一本好书能够提升智慧，一本好书更能够在人生前行中给予您无尽的力量。